请看经本啊，化乐天寄送的第四首啊，世间所有妙音声，无有能比如来音。佛以一音遍十方，入此解脱庄严主。这是庄严主天王他的赞颂，他所得的法门是示现无边愿意身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的是妙音啊。这个四句好懂啊，世间所有妙音声，这是讲的六道、人道跟天道，天乐我们没有听过，只是在经论里面看到佛菩萨赞叹形容过。而世间这些音乐歌舞，我们也能够接触到一些，学佛之后特别是对于初学的啊，初学佛禁止我们参与这些场合，原因是怕扰乱我们自己的清净心，而对于这个五欲六尘呢，生起贪着，所以佛在戒律里面呢才禁止。而对于大乘菩萨啊，定慧已经成就的人，佛就不禁止。所以我们在许多古戒里面啊，像是敦煌、云冈这些石窟里面看到佛菩萨种种变相图，世尊说法诸天都是以音乐歌舞来供养啊，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些境界都是定慧已经成就的人，心地清净，正如《金刚经》上所说的，人家真正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所以示现出啊无障碍的境界啊，《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展现这种境界给我们看啊。可是初学佛的人呢，不可以接触这些境界，接触之后啊，没有不堕落的。所以学佛确实是有阶段的啊，不是上根立志，不是再来人呐。啊，这些场合接触不得。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可是在弘法利生这个许多境界又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你讲经说法就不奇迹啊。所以我们接触总是要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念念还是要提起佛号，不为境缘所转，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真正修行功夫，这个场所非常明显的，你会不会用功啊？你能不能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个地方，这一首记里面所说的啊，妙音，这音声含义很广啊，总不外啊，一个是音质啊，音色；第二个是音声里面所显示的内容。论到音色音质，确实这个世间所有妙音声呢，都比不上如来啊。为什么呢？如来的音声呢，是最极清净自然，从清净心里面生的。凡夫的音声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句子一看呢，你就明了了啊。那当然不能为彼，不但音声不能比，色相也不能比。啊，诸佛菩萨清净色相，我们是污染的色相，污染到了极处啊。所以诸位同修啊，一定要晓得，你修学的功夫完全显露在你色相音声之中啊。古德讲，沉于中则行于外嘛啊，我们内里面的功夫完全表现在色相里面啊，所以哪里能够瞒得过人呢？啊，瞒人只是瞒愚痴之人啊。这个世间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你瞒不过他；在佛法里面有修行的人，你瞒不过他啊。人家心地厚道，不说而已 啊。为什么不说呢？说了没用处。事出世间圣人言说都是讲究奇迹的啊，你肯学好学啊，喜欢听啊，听了能够改过自新，你就会时时刻刻遇到善知识啊。为什么呢？都愿意帮助你啊，正是佛家所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啊，就是乐意帮助你 啊。你不肯听，不喜欢听啊，听了之后啊不能去照做，善知识对你就一句话都不说了
啊，所以你就感觉到一生当中啊遇不到善友啊，纵然遇到善友也不得其利益。这些事情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啊，诸佛菩萨高僧大德啊，住世的时候无不热衷的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听众很多啊，得度的人不同，得利益的人不同啊，得度得利益又各有浅深不同啊，这些情况我们总得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自行化他都能够离相啊，不着相，才能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才能让自己定慧功夫正进啊。我们苦心教导他不听，我们不会失望，为什么呢？当然是这样情形吧啊，十个听众当中也许有一个会听进去，一百个听众一千个听众有两三个人得利益，这一会就没有空过，不可能叫他人人都得殊胜利益，那是做不到的，佛菩萨也做不到啊。诸位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听众有多少？佛经上记载的1255人，那长随众啊，少数啊。这些长随众，他不是普通人，这佛菩萨化现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什么原因呢？个人根性不相同啊，烦恼习气厚薄不一样啊，浅深不一样 啊，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每一个人解的深广也各个不相同，所以有人听佛说法真无上菩提了啊，得究竟的佛果，有人得菩萨，有人得声闻，有人得圆觉，有人得人天福报，还有人听了啊堕三途的啊，比比皆是啊，如来说法尚且如此，我们算什么啊？但是希望众生得佛法殊胜利益了，这个愿望不能没有啊！众生闻法能得多少利益，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们在讲习当中说的很多啊。有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修学的能力向上提升？是我们没有成熟的善根，能在这一生当中成熟？有没有方法？答案是肯定的。确实有方法。方法都在经论当中啊。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深解意趣。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对于增长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是很快的。可是这个里头最难的、最大的障碍不在佛菩萨，不在善友，是在自己无始劫以来的习气。烦恼习气，如果你不能够把它断除，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把它断除，我们就办不到了。这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所以要晓得，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这是自己的病。严重一点，外面外缘不好，外缘是助长我们的恶习气，尤其是个出家人，信徒一看到出家人高高在上，一切都奉承，于是出家人的习气最难断，在家人成就比出家人高，这是诸位都看到的。你们常常见到，常常听到，在家人念佛往生瑞相稀有，出家人死的时候迷惑颠倒。什么原因呢？出家人有过失自己不知道，信徒也不说，尊重你不敢讲你，你做错事也成就你，你说糟糕不糟糕？所以要晓得，信徒害死了我们了。我也常常讲可是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呢，很不容易体会呀。在家人修福，出家人制福。在家人赚钱很不容易呀。所以他很勤俭出家是想什么信徒都送来了，以为什么都没有困难了，这自己的福报啊，决定堕阿鼻地狱。佛教我们惜福，我们忘掉了，我们哪里懂得惜福啊？我看到在家人，我那个李老师就是在家人，用公家一张信纸一个信封都要向主管长官那里去呈本，为什么原因呢？我要不向主管主管去报告，他要不同意我犯盗戒。在家居士懂得，出家人哪里会懂得？所以《地藏经》上讲的"亲身常住"谁干的？
出家人干的。啊，拿起电话，废话一大堆。啊，一通电话打半个小时，这是常住的钱呐、啊。众生在这里修福啊，你这是给众生种福吗？啊，所以佛当年在世，做成榜样给我们看。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的供养，仅限于世俗。啊，饮食，你到中午就你去托钵，一天吃一餐饭托钵，这个应当接受人供养。啊，衣服、卧具，生病的时候医药。就这四种事情啊！啊，太过分了，就是罪业。啊，我们出家同修，懂不懂这个道理？晓不晓得这个果报的可怕呢？啊，有没有警觉心呢？啊，世间圣人妙音声呢，是教我们做人呢、啊，这是妙音呢、啊。啊，教我们堕落三途的那是粗恶之音。可是现在人呢，偏偏喜欢粗恶之音。对于妙音就起反感，佛说一切法，音声是帮助我们断烦恼、出三界、证无上菩提。啊，我们对这个音也不落，也不喜爱，这是真的。果然喜乐必定是依教奉行。啊，读经听法阳奉阴违，这个就是没有喜乐之心，依旧还造三途业报。啊，真正是不怕因果 啊！这个谚语里面所谓有所谓呀、啊，居士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啊！你们想想，这谚语里是什么意思？出家人高高在上，错了。释迦牟尼佛是低低在下。你在经论里面看到，啊，世尊接触大众，从来没有共高过慢的心。啊，中国古圣先贤也说，学问深时意气品。啊，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夫子处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呀、啊，从来不敢轻慢一个人。啊，没有读过书、无知无识的人，孔夫子见到不敢轻慢。啊，在经典里面处处看到世尊啊，处世待人接物都做了最佳的榜样给我们看。啊，所以此地的妙音声呢，要紧的还是着重在它的内容。
真实教诲呀，纯善无邪，这是如来的妙音呐！啊，佛以一音辨十方。啊，什么是一音？纯疑真诚，纯疑善行，纯疑爱行，纯疑利益一切众生也。华严教导我们，一切皆一也。一切是指教化众生的方式不相同啊，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所以诸佛菩萨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这是多啊，多即是一。佛无论现什么身相，无论说什么法门，它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指出我们成佛之道啊。方向跟目标永远不变啊，这是一因啊。啊，世尊说法49年，我们今天呢集结成这么多经典，一因佛法大家都晓得，称为内学，心性之学啊。我们现在与许许多多宗教接触了，啊，于是有很多宗教徒问我们，你们佛经是怎么来的？他们的经典是神说的，神降临的啊，我们佛经不是的，佛经是释迦牟尼佛口述的。佛当年在世没有写过经典啊，没有著述啊。经典是佛灭度之后啊，弟子们就记忆当中写下来的啊。那我们这个说法啊，他们听了之后啊，就起了疑惑了，那这个记忆会记错啊！啊，以我们的心呢，去度佛当时弟子们的状况，我们会记错啊。那记错了，那不就说错了？这怎么可信呢？啊，尤其是佛经讲的四次集集，啊，第一次集集，居利佛过世的时间很近，也许人还相信，越往后去时间越远，最后一次集集距离佛灭度啊200-300年了，这种代代这个口传，哪有不发生错误的道理呢？那我们这个经典谁能相信？
那信不信？由人啊。我们了解佛菩萨灭度了，灭度啊，他会再来。啊，那么在我们中国祖师大德当中，史书里面记载的就有佛菩萨再来的，啊，众所周知的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过去天台山过清寺风干和尚，阿弥陀佛再来的；寒山拾得文殊普贤菩萨再来的；啊，唐朝富大寺那世现在家居士人弥勒菩萨再来的。近代印光大师，诸位晓得，啊，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再来的，所以历代高僧大德当中啊，许许多多佛菩萨化现的呀。我们凡夫肉眼凡夫哪里知道啊，佛菩萨在不在这个世间？在呀，多得很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他来帮助后学，帮助世人。何况佛法的教学不是教我们跟着释迦牟尼佛学啊，跟着释迦牟尼佛学那就变成宗教了，错了。佛教我们自己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谁是佛呢？每个人都是佛。明心见性的人就叫佛，他传授我们一套明心见性的理论，明心见性的方法。啊，我们为什么见不了性？就是因为有烦恼，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三障。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你自己就是如如佛。你成佛了，你的智慧、你的德能与过去那些佛无二无别，没有两样，佛佛道统啊。那么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是先佛的像啊，应以佛身而得度吗？他老人家实现佛像，其他许许多多诸佛如来有实现菩萨像的，有实现比丘像的，有实现居士像的啊，优婆夷、优婆塞，有实现童男童女像的，集结金藏这一些出席的菩萨声闻，那个里头很多是
古佛再来的。我们如果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于积极丝毫不怀疑了，我们就能相信了。大乘经上说的很多，阿难尊者在过去生中跟释迦牟尼佛同学，无量劫来老同参啊！今天唱这台戏，哪个唱主角，哪个唱配角，临时组合的啊。经典上佛告诉我们，观音菩萨早就成佛了，文殊普贤都是古佛再来，示现的身份。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我们学佛的同修常常听经，常常读经，对于这些事理事都不会怀疑啊，说起来大家都点头，都能相信，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的，难免不产生疑惑啊。不仅是如此啊，那么再讲到翻译，这翻译不就更困难了吗？现在佛经从阿难尊者那个时候的集集到现在啊，依照外国人的说法也有2500多年了。原始的典籍已经都不存在了啊，照中国的记载啊，3000多年啊，所以现在遗留下来的典籍辗转流通的而且原始的经典几乎已经都不存在了啊，现在存在数量最多的是汉文、西藏文跟巴利文啊，这三种啊是最丰富的，而巴利文里面都是小乘经啊，没有大乘。大乘经论呢，存在汉文跟藏文典籍里面。那么这三种都是通过翻译的啊，原文是梵文呐。那么这翻译的靠得住靠不住，又叫人怀疑。我初学佛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啊，请教老师，老师告诉我，翻经的这些大德最低的地位也证得了小乘三果的圣人啊，这个是讲断证功夫等同三果，他的智慧德行远远超过他们啊，这个意思就说明参与翻经最低的那个程度啊，在大乘菩萨位上来说啊，大概都是原教五性位、六性位的这个地位
不是凡夫啊！见思烦恼将要断尽了，见惑是决定没有了，见惑断尽，才能证得圆教初性位的菩萨。那哪里是凡人？主持翻译的几乎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相信你在佛法上修学越深入越相信，知道这个的确是事实。九年汇集的也都不是凡人啊，众生越有苦难，佛菩萨越慈悲所以佛法是叫我们内证的，信皆行证，不是止于性啊。不同一般宗教，一般宗教是止于性啊，所以说信就得救啊，你不信就不能得救。佛法不是如此，佛法要证，证才能得救，信不行，信解都不行啊，要行证。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往生就是正果。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具足往生的条件？佛法修学最基本的条件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设了十一句，这十一句我们具不具足啊？如果这十一句不具足，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你信解行都不行，都不能往生啊！古人讲的，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没有行证嘛。佛法重在行啊。你看看净土宗的表法，华严经的表法，佛代表离体，代表一念自信所以只有一个，用就多了，所以用两个菩萨来做代表，从体起用两个菩萨呢，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行门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摆在第一位，文殊摆在第二位，你想想什么意思？普贤代表行，文殊菩萨代表智，行摆在第一，行重要你不肯干不行呢，光有智不能成就有解无行不能成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净宗法门里面，阿弥陀佛代表自信观音施智
代表从体起用。净宗把观音摆在第一位，观音代表行门，世智代表戒门。啊，要跟华严相比，观音菩萨就好比普贤，世智菩萨就好比文殊，着重在行。啊，直接不行有什么用处呢？啊，皆行要相应，清凉在四摄华严普贤行愿品寻义里头说过，有解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啊，都不能成就。所以要戒行并重。啊，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劝勉同学们学佛，啊，讲堂里面每天有2小时讲经，戒门啊，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行门啊，怎样叫念佛功夫得力呢？一定对于这个法门呢，透彻的理解啊，为什么？戒门的这个行门的障碍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无明，分别是尘沙惑，执着是见思惑，这些东西放不下，就是你认识不清楚啊，也就是你解得不够深，解得不够彻底，解得不够圆满，你放不下了。如果对于事实真相彻底明白了，你自自然然就放下了，放下功夫就得力了，千经万论呐。苦口婆心呢，无非是帮助大家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是什么呢？《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为什么不放下？为什么还要那么执着？啊，一定要把是非人我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念佛堂功夫就得力了。这个法门，稀有的法门，五尘齐如暴徒，所有经论里都没有啊。啊，成就之快，经上讲若一日到若七日。啊，你为什么不能成功？是因为你放不下。你要果然彻底放下了，没有一个人不成就。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些道理不能不明白，啊，否则的话我们这一生空过了。啊，这些因呢，真正的妙因呢，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给我们讲这些经论啊，华严古德肯定啊，把它看作净土往生经。前清乾隆时代，彭继清居士，这是我们净宗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他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小华严，这三部经是一一二三三二一。那么《大放光佛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大本阿弥陀经。最后的结论，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个意思多明显啊！我们修净土的法门，我们的心行跟十大愿望这十个纲领相不相应？这个纲领第一个礼敬诸佛，我们有没有知道？如果我们念念欺骗诸佛，你就完了。怎么能成就？果然存了一个欺骗诸佛的心，诸佛在一切众生呢、欺骗一切众生，你的悔你的赞叹也是属于毁谤啊，一真一切真啊，一妄一切妄啊，我们要真干，要真正反省，要真正回头啊！这一生要回不了头，还是因循苟且、敷衍塞责啊！虽然种一点善根，那李老师说的了，你还要经长劫轮回也。你还要长劫去受苦报啊！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如来的妙音，要懂得如来妙音里面的深意。佛在经论里面劝导我们深解意趣世间圣人的成就，宋朝司马光，我们在他传记上读到，他说他一生的成就得利一桩事情，不欺骗人，一生他做到了四无不可对人言，一生呢没有一桩事情呢隐瞒别人，不妄语所以古德有教人呢，功夫要从不妄语时，从这儿开始还会打妄语，还会欺骗人，你就完了这一首记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懂实际上意思非常深非常广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
再看底下一首，啊，第五首：世间所有众佛力，不与如来一相等。如来福德同虚空，此念光天所观境。念光天王，他得的是了知一切佛无尽福德相，解脱门。他从这个地方啊证入的。寄诵前面两句是讲福德相，啊，世间所有众福力。我们知道一切众生的福报不是别人赐予的，如果别人能够赐予我们福报，那佛菩萨大慈大悲，他应当赐给我们福报啊。他要不赐给我们福报，那他就没有慈悲心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福报不是别人能够赐予我们的，别人赐予我们福报还是我们命里有的，命里没有，别人赐给我们，我们也得不到受用。佛家讲事实真相啊，就是世间人所谓的真理啊。啊，事实真相是什么？是业因果报。修什么样的因呢，就得什么样的果报。啊，种善因得善果。这个是佛在《大小乘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很多。啊，财富是修财布施，财布施是因呐，得财富是果报。啊，聪明智慧是因，啊，这个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不施是因，你不修因哪来的果报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你不种怎么会得到？这个说法才合乎逻辑啊。哎，我们中国人讲啊，合情合理合法。佛的慈悲是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教我们怎样修因，然后就得到福报。这是真实的教诲，这个才叫妙因呢。如果我们不修这个因，想得福报，哪有这个道理？这个佛经里头很肯定的告诉我们，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学佛的人，第一个叫深信因果，啊，深信因果
深信事实真相啊。世间法因果转变，佛法也是因缘生法啊，凡是因缘所生法都没有自信，都没有自体，众缘合合而现的幻象。所以佛才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虚妄的相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为什么呢？它有相无性，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可以受用而不可以执着。佛菩萨为我们显示的自在的受用啊，所以心地清净自在，受用决定不爱觉真心，不但不爱，而且还增长定慧。这个用呢，这个受用啊，是真用了啊。凡夫的受用，他起心动念啊，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苦乐忧喜舍。这凡夫受用。佛菩萨的受用，苦乐忧喜舍都没有，是清净自在，那个福德就大了啊！所以如来福德如虚空啊！啊，苦乐忧喜舍是有界限、有范围呀，不能够超越。经文里面为什么说世间所有众生众佛力不与如来一相等？这是做个比较啊。如来一相，我们从最粗浅的地方来说，三十二相，任何一相都是个佛相啊，啊，是佛的果报啊，啊，每一个这个相好，都是很长时间修福才成就的，所以佛在经上说。菩萨成佛了，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相好啊！诸位想想，一百劫的时间多长啊？修什么呢？修善因呐，才能具足三十二相啊。那么这个。菩萨成佛，这是什么佛？藏教的佛，佛家也有称他做藏头佛，藏教的佛才是这种情形，通教的佛也是这种情形，为什么呢？没见性。所以才要百劫去修相好啊，原教的佛就不需要了，原教的佛是见性了，性德现前了啊，那就不需要修了啊，
这个讲百戒修相好，你听到这个一句话就知道这藏教佛。那么在原教就不是三十二相啊，这个经里面我们常常念到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每一个相每一好啊都是性德圆满的流露。世间所有众佛怎么能跟他相比呢？我们现在明心见性做不到啊，只有靠修福啊。我们要懂得修福，修福才能改变我们这种困苦的生活环境。我们今天生活受种种的苦报，是自己过去生中现在世中造作不善业所招感的。尤其是受苦受难处在逆缘逆境之中，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那你要是别人加于你的错了啊！别人为什么不加于其他的人，要加于我呢？佛给我们讲的，这是业感啊！你自己造什么样的业，感应现前呢？你要怪人，你又造罪业了。那你的前途啊，越走越黑暗，越堕越深。那真的就是没救了。佛能够帮助的人，能够救的人，他能回头，他能够反省，他能够检点，这个人就有救了。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检点，一昧呀，把这些过失都推给别人，这个人就是佛经上讲的一禅体。一禅体是梵语，中国意思是没有善根，善根断掉的人。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检点，自己是不是经上讲的一禅体。如果常常能反省，常常能检点，这个人就是有善根，就不是一禅体，所以，我们为什么把晚课所读诵的经文选《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为什么选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每一天反省呢，自己不会反省，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过错，读读这段经文，对照对照，那一段经文里头就是讲的五戒十善，细心每一天去对照一下，去照照镜子。佛教我们做的，我们有没有去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那就是持戒念佛，那是真正做忏悔的功夫啊！早课我们选的法大誓愿第6，
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跟阿弥陀佛、跟诸佛如来发同样的心愿，心同佛、愿同佛，碗阔是解同佛、行同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才是真正佛弟子。我们的心愿解行跟佛完全相违背，这不是佛弟子。纵然出家也是冒名的佛弟子，冒充的，这冒牌的，冒牌就犯罪呀！假冒的不是真的不要认为出家了受了戒了戒牒都拿到了，戒牒是假的，不是真的，佛菩萨不承认的。你是一个在家学佛的人，没有受过三规，也没有受过戒，你能够依教奉行，佛菩萨承认你是佛弟子。龙天善神承认，日夜保护你。今天是这个世间人认假不认真的，听骗不听劝了，苦口婆心劝告他不听了，骗他很容易听，听从。出家人骗在家人，在家人骗出家人。还以为自己修学得很如法，将来堕落见了阎魔王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我们在感应篇里面读到，无量寿经上也读到这是前天才讲过，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西方世界的天人，人家天言动事，天而彻听，他心变质，怎么能够瞒得过人？所以瞒人的人、欺人的人，是最可怜的人。为什么呢？只是欺骗自己。怎么能欺骗到人呢？人家有神通有道理。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就是指自欺欺人之人呐。这是可怜悯者，真正可怜悯者。所以觉悟的人，真正佛弟子，断恶修善，懂得修福。所以前途是一片光明修福一定得福报，得的福决定不自己想要把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共享，这才是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诸位要晓得，用什么方法报恩？断恶修善。用什么方法救苦？把自己的福报给一切众生共享所以报恩是修福借苦是施福把你的福报布施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佛法真的是一界是多，多界是一无有一法不圆融，无有一法了不贯通华严讲的一界一切，一切皆业法法如是，
佛法如是，世法也如是。啊，如来一相，此地的如来不是藏通佛，这是圆教的圆满佛。啊，所以任何一相所具的福报都等同虚空法界。为什么称信？真心的流露，真心的启用。我们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在诸佛如来智慧福德圆圆满满的包含加持之中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常说啊，如来念我们啊，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我们啊，阿弥陀佛念我们是真念啊，我们念阿弥陀佛是假念啊。啊，诸佛如来护念我们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如来加持呢？我们自己反抗的力量，抗拒，不接受啊。啊，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个保护圈，保护自己。这个保护圈，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做了一个圈圈的，把自己装在里头啊。啊，诸佛如来怎么加持？加持不上。啊，什么时候自己把这个圈圈摆脱掉？啊，把这个圈圈打破，你就见佛，你就见性。我们为什么这么愚痴？啊，为什么作茧自缚？为什么不肯放下，不肯舍弃？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今天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为什么有这么许许多多的灾难。大灾难虽然是共业，共业里头有不共业，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那诸佛菩萨住在我们这个世界，化身跟我们一样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啊，这些灾难他们不受啊。他们虽然视现在这个世间常住一真法界，极乐世界的菩萨到这个地方来视现，常住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啊，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别有一真法界，别有极乐世界，你错了啊。
经论上不是讲得很清楚，心静则佛土静，可见的只要你心静了，你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心清净了，当下就是净土，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啊！当下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你就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你就见到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哪些是诸上善人？人人皆是诸上善人。我们今天见不到啊，被无明习气所缚，被现行烦恼所障，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无着卧室，而且着卧到了极处，自己变的，不是别人变的。所以这种境界自己可以转呢，那你为什么不转呢？佛教导我们，这诸位同修都知道啊，说起来你们都很清楚啊。佛教给我们转卧为善，你们知道啊，转迷为悟，转凡成圣，都知道吗？为什么不转呢？转变在自己，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三个可以同时转了，不必一个一个，先转卧为善，再转迷为悟，最后再转凡成圣，这多麻烦呢！那个转法了就是顿教，要费很长的时间。三个同时转就是顿教，就是圆教。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典圆顿大法，圆顿大法是三个一起转。我们的讲堂念佛堂就是转变的枢纽啊！我们生活环境，我们学习的空间，转变的场所啊！从哪里转呢？从心地里头转，心转了，行自然就转了。所以古德了，无论是宗门教下、贤教、密教，都讲求从根本修。根本是心地，根本是观念。从观念上转。从心地上转，这转得快呀！转凡心成佛心，转六道的行为成佛菩萨的行为。我们今天讲这些话，
绝不是讲空话了。啊，面对着经论，经论里面许许多多的教训，有理论，有方法，而且境界说得清清楚楚。啊，只要能信能解，依教奉行，我们就转过来了。转过来是大福啊，转过来是大幸啊。啊，念光天王的赞颂啊，我们就没有白念啊，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啊，无尽的福报就在我们眼前，人人可以得到的啊，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获得了啊，想获得依教奉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